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工厂风水经》。十方神地神，各位工商界企业家，各位和尚和尚，各位好朋友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呢，有这一年甲这时间呢，在电视机面头前啊，来甲各位探讨中国文化易经风水这个文化。易经这个妙法心法，就后期到现在已经四千几年，就无论劫以来到现在无法度去计算易经到底伊存在的时间有偌久，但是易经的年岁无量劫，几啊千亿万年算未了。所以易经呢，就是阴阳本来就存在的。比如讲，咱易经的记载啦，火出土，好落出书，啊，圣贤福气啊，啊，地火啦，啊，发觉就这个先天数，这个妙法啦，这天机啊，所以在大地会开口啊。领悟到先天八卦，先天之气啊！先天之气的对台咧，是阴阳的对台，所以后来啊，咱较简单啦，啊，用一个名词啊，代表来说明，或者易，易经的易，这个易啊。这个日易经，易就是日，一个月，哈，这个阴，这个阳，这是阳，这个阴，阳在上为太阳，阴在下为月亮，好，那么离不开。正电 plus 加 minus， 咱的电费啦，那必须要有这两项，一条阳电、阴电呢，这两条呢，才会多。那么大宇宙之间呢，宇宙之间万万物物呢，所有需求呢，拢离不开一个液。那么三足经呢，经就是。阴甲阳中间所经过的路程，叫做经。那比如讲，今日啊，我张某某伫仙鹿寺、禅机山仙鹿寺弥陀讲堂讲这个经，讲这个法。各位恁有这个缘，电视机面顶听我讲这个法呢，风水之法啦，恁为日，我为法。恁为阳，我为阴，
咱两个中间呢，或者一，那么三路经呢？我是上基山南道关国姓乡福禄川张石巷66-1号上基山家。各位的凡是你伫台北家人，也是伫宜兰、台东、花莲、高雄、屏东，或者是金门、大陆、马祖等等的，恁看了啊，这个节目啊，好、啊，这个时段，那恁跟我中间的，恁为阳，我为阴，是安那？恁为阳，我为阴，因为各位啊，恁现在有思想，会食饭，好、啊，会欢喜，会笑。我这个影像呢，伫电视机内底，这个影像呢，好、啊。就是音，因为呢，你看我一直一心一意的，你听我在影像内底讲话啊，但是袂食饭，笑嘛是过去的笑，现在你甲你讲的是啊，并无法度笑，即个一。那么你甲我中间的这么远的距离啊，好多经过，要经过你甲我的心。啊，是讲我要来找恁大家，恁要来，大家要来找我，中间的路，或者经，啊，遮长啊，这就是或者业经。那么中国文化呢，用一根据一经呢，阴阳对台一妙法啦，延续到今日来啊。那么古代人将这一经啊。甲看作非常的神圣，看作人真正悬不可攀。事实讲，也足简单；事实讲，也真困难。若是各位你若悟到的时啊，足简单的啦。那无悟到，无废话啦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啦！啊，你已经这呢深，你讲我哪办？莫讲给我哪办？很简单的，我以上好朋友，阿伯啊，你也可以学易经，31，我刚才说的，你跟我两个合起来就易，你跟他好就易，我跟我刚才所想的，到现在啊，好就易，好就经。那么以上啊，你哦，莫孙啊，阿孙啊，来，孙啊来，孙啊是。日，我是我，哎，个莫啦，啊是我是日，孙是我，合作者叫做易，哦，真简单啦，易，经，啊，孙对门口行啊只来，这中间的偌远距离，叫做经，叫做经，所以易经啊，唔是真正海学，一个法，唔是讲真正海了解的法。易经是足简单嘞，所以啊，本人伫84年3月26日，3月24日，哈、哦，王禅多多圣诞，就是过了4月23嘞，在台北，哈、哦，南口啊，体育馆举办一个，哈、哦，一个叫做法会，差不多将近40,000人，即福阳体风水学的团法来法会嘞。咱体育馆内底所有闲的啦，也拢坐甲满满，好听这个诸佛菩萨交代我来讲这个叫做阳天风水对易经而来。准备过年，新历4月23，到即摆呢，中间呢，拢积极呢。弘扬风水真经，相信在座各位啊，阿龙已经有听到，听过啊，我讲的风水真经，咱徛家风水的妙法。当然啦、啊，真济各位要找的答案，也无找到，我相信以后会找到。伫去年啊，4月23，基本这阳台风水学的妙法，这传法啦。要将这个易经的法、风水的法要传予
咱社会每个角落。所以自去年开始啊，风水传学传发以后呢，啊，就开始积极筹备咧，要来成立易经大学，哈、哦，要来成立这易经大学，哈、哦，要成立易经大学咧，希望将这个妙法啦，和、哦、中国五千年来这个易经的妙法啦，要来弘扬到每个家庭、每个人的心内。本来已经社工真困难，拢是过去古圣先贤、古早人、过去的人有学问、有知识的人伫学诶。本来就是修心养性的妙法，啊，有诶误着咧，用到一般算命、巫术。要来利益众生，但是有一部分人私心贪念，无正确的学法啦，将这易经啊看作一般的术来应用，所以造成诶整个社会啊，咱这人要了解易经啊，要研究易经这个机会啦，煞惊甲唔敢进前。我过去就共款，去惊着，唔敢去学。后来发觉，已经是不可思议的，咱人生的铁盒啊，咱人生的一把钉，哈，已经就是一把钉了。那么，我才下定决心的，要将我所学的、所悟的易经的妙法啊，照这个空中，或者照这学校的机构咧，要来传这个法，说好。有趣味的十方圣知识啊，大家来共同研究古圣先贤甲大宇宙本来所已经具足有诶物件。那么我们弘扬这个法啦，我嘛是以大家拢听有诶，而且呢生活化，真正白话，而且听有诶会当了解诶方法咧。要讲吼，各位有缘呢，共同来研究中国的这个易经。那么，所以要成立的易经大学，但是这个学校的成就啊，确实无遐简单。吼、哦，也要费相当大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、知识、教师等等。有这以上这嘛，还佫有学习的学生。但是咱呢，易经大学啊，易经这法啦、啊，人啊，甲看作算算命尔，错误了。易经是科学的，易经是生活，易经是咱的生命，易经呢，就是整个社会的动态一条河，易经就是教育的资源。所以啊，本人啊，碰到王禅，攞到贵国先师啊，贵国主啊。贵国先师啊，会开始啊，成立易经大学，现在啊，正在积极的筹备中。那么，还未正式成立建设的大学以前啊，我暂时啊，用咱先佛师，哈、啊，这里所起的讲堂，哈、啊，禅堂呢，啊、来暂时作为学校的筹备。但是，这个妙法的弘扬。往往咧，要等下是完全具足的时啊，已经整个时机拢过去啊。那么学习的人、学道的人、了解圣贤妙法的人啊，啊，因此咧，时间咧转咧叫错过去啊。所以，本人啊，啊决定讲，先对空中教学，空中用。无线电视啊，卫星电视，哈、哦，然后咧，接对第四台，哈、哦，来转予每一个家庭有兴趣、有趣味研究易经的人，无论阿公、阿妈、阿婆、阿姆啊，阿朋友弟兄，册读侪、读少的，拢一回事。有心、有兴趣要学习的，
在空中，我就计划在86年啊，下半年，也是时间因准者，因缘具足，成熟者，9月7日啊，对着台湾呐，吼，某一间卫星电视啊，来播送，来传这个易经心法，易经大学空中教学这个妙法，这是我的心愿。不要社会的生活，只有对教育开始。各位今日，那听的这，听的这条都，内我所讲这的易经妙风水妙法啦，这都是过去咱国家父母给咱的教育，咱来感恩、知恩、报恩。若是无政府、无国家嘞，给咱这个教育啊，咱今日要是文盲，要是青面语。哪像大陆，遐济无受无读册。我讲一位翻译古，易经大学，咱就是要弘扬中国文化，而且呢，就要弘扬咱每个人心灵，启发咱心灵原来的大智慧，会当予咱过一个真正安详，会当幸福。会当了解家己一生甲未来生该安怎行的路啊！咱的社会、咱的国家、咱的政府积极努力改革咱的教育。为过去贵族式的教育，为着有钱人的教育，咱的蒋总统就这个。蒋公，和中正先生啊，诶，大主大庇啊，实施9年国中的教育。当时啊，总统在讲要这个实施9年的义务教育的时啊，真侪人看出讲害了台湾会乱，这个、教育未成熟。但是总统甲做起来，现在做的风水会得到。总统所想、所计划为风，水呢就去做，逼大家努力去做，大家共同努力去做，大家将献出咱的智慧为风，水呢咱努力去实施这个社会中。所以咱九年来，咱的社会教育，这个社会教育啊，哈、哦，九年的社会教育啊，义务教育确实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。甲功能功德，即个风甲水。一挂人将风水看作个迷信，因为伊无开悟，或者讲风水迷信。也是啊，咱若有开悟者，以风水之名，会当包括千千万万、84000法门的妙法。是风水，九年的义务教育，到即摆呢，咱政府又搁提倡职业学校的教育，职业学校的教育，职业学校的教育开始呢，免试、免考试、免考试的，一旦入去读，这是一种因材施教。个人对个人兴趣会落去行，咱的社会、咱的国家、整个世界的人类，每个人要为了世间以前，唔单是世间下几年的人生，唔知学偌济的妙法，藏伫因的脑海内的智慧内底，可惜无提出来用，拢提。是藏在这条路金库锁掉的。那么咱国家的慈悲、的教育，一直向这个平等的教育、义务的教育啊，来做这个如来大事业。所以，咱的学校的教育啊，
就是咱每个人心灵改造，咱的人品、人格、品质、智慧、思想的改造的技巧。咱有当时啊，用甲一寡无读册、教读册一讲话，咱就会当感觉过。咱若教真正有读册、有知识的讲话啊，发觉因所讲出来满口的文章，拢是智慧。往往因讲一句话咧，互咱想咧三当五当，甲想到的是啊。人已经行到头前去啊，咱要坐到戆戆想，这是教育也要未普化，学校教育的无普化，就是风水也无普化。咱来讲话，无读书，但是父母的教育、家庭的教育，无真正齐全啊，无真正完整的。该讲话你学要气死，讲无三句个，我相信你脑筋个气格要破个，信徒嘛真侪这种。后个信徒呢，啊乌人废废废个呢，这老师啊，不你有啥办法哦？哇，吼、哦、大家都签书去啊，数千外万，用阿道波比好不好？我的波比法。我若到保庇吼，我会拍一块金牌来答谢。我金牌五分也是真个，五分的啦，五分的点一个啥嘞？四五百块，千几万，四五百块，我敢爱多，我嘛敢。我若爱一百万嘞，我十万给你，二十万、五十万给你拢也无要紧。我要有存，要有赚嘞，那无拢无。啊，是讲这种无智慧的想法啦。这就是学校教育有无破坏？好，学校教育无破坏。那么，咱的社会的成就、社会的结局、社会的构造、构造，哈，社会的形成啊，拢是倒插、正插、倒插、反插，那是一个气球啊的形成。比如讲，现在我坐伫遮，我所对的要有各位边啊呢，我遮呢，反射伫恁兜的便所，也是正边恁兜的灶卡，也是伫正边的恁兜的门后壁呢，恁兜的便所，我现在伫影像的面顶伫恁兜的电视机内底所出现的是。我的周围的环境各有无相像，所以社会的结构呢，结构呢是集所有的十方，集所有的形形色色各种的人才，各种的物件，各种的智慧。所接起来，所形成啦，才有一个社会，一个社会。啊，咱佛所讲三婆世界，三婆世界。那么咱社会，咱的学校、国家的构造嘞、构造嘞、结构嘞，嘛是拢是各色各种的人所共同来做成。合成诶，这是学校诶教育，这是整个诶环境诶风水。因风者，我输一个，遐风嘛咧输，遐嘛咧输。我风吐出去咧，迄边风嘛咧来，遐咧来。所以，咱一个风毋是单向，经过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，才到各位诶面头前。电风伫吹吹到各位遮咧。不是现吹现到位哦，不是直的哦，那是直的风出来，咱站袂住。风吹出来是边要有空气压缩，那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嘞，这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，风是安那来，不是直接长的。表面
电风吹来，直接来，出去就是安尼弯翘弯翘来。社会的结构呢，形成嘛是安尼，整个环境的形成嘛是安尼，咱的教育的形成嘛是安尼，所以教佮培养，教佮培养。各位，咱拢有老师，咱老师在甲咱教。以前呢，老师嘛经过非常一段长的时间，会努力读册、打拼、吸收智慧，甲今日才有法度伫课堂面顶呢，讲伊的道法互咱听。形成这嘛是非常复杂，毋是简单呢，才有形成一个社会。啊！即我就将这知识传到人家来，这是环境的风水啊，这是心灵环境甲社会整个结构的风水。那么，咱若过去风水所讲的那种有形的风水，变成学校的风水，过去今日以前。东西南北的吼，真侪学校，原来学校的这个人事，哈，学校的种种，这个教育方式、学生等等的，因为环境，吼，好多环境。真正世界风水环境呢，比如学校的地理、大门、啥等等呢，真正和世界风水啊的关系啊，造成囡仔的未平安，哈、哦，造成呢学校发展中间呢拄着真大阻碍，这个例啦非常的多。我有看过真侪学校，看真侪学校咧，阿姨认真的办学，可是咧办袂起来。内底的老师，当年都拢破病，打人死。学生咧一年死一年两个，拢是灾厄、患厄。那么。啊，就来找，哈、哦，来找我。我才建议去勘察结果咧，违背着易经的原理啊，违背易经的法则，所以才会造成遐个不幸的代志发生。一个代志会发生诶，所以学校学生啊，信心也拢无，所以造成因果循环呐。好，因果循环咧，即、這个。老师无信心，学生无信心，所以造成诶，即个咱诶教诶真大诶阻碍。即大环境甲缩到一个学校诶环境，大环境就是讲咱国家主政诶人咧，会注意啊，就是要开拓即个。教育的新境界，等于教育的改革，咱像即摆教育改革，希望尊重每个人学习的机会甲权利咧，所以伊尽量各种方式咧普及化来教育，希望讲，互人会当学到各种的学习、学术、甲学业，这就是环境的风水，大环境。那么大环境，这个中环境呢，就是学校。比如咱一间学校啊，外大门跨到出去，正手边厝顶关啊，后额头嘞，这间学校的囡仔拢真歹。校长要执行咱的教学的政令，要执行啊，非常的困难，真济层的阻碍。或者兵其主，路其主，这个例啊，我也改过真侪学校，
解决以后啊，学校安定落咯，囡仔读册有信心咯，老师教学愈有信心咯。无形中呢，学校就安定落。有一日咧，台中县凤安区，啊，凤东路咧，凤东国校国中啊，当时张校长，这学校外门围唔到，摆唔到位啊。老师未平安告病，囡仔伫学校内底发生命案呢，当当嘛有，整个士气拢信心拢无去。经过咧，陈建金陈馆长，加咧陈主义先生财政局财政科长咧，状元啊，陈主义先生啊，下引进，甲张校长结缘啦，啊，将伊校门啊。原来伫南平面，街对北平中，看出这条路，甘利所的对面啊，对面面顶观音山一个金车、木雀车雕案。我甲校长伫街对遮起来以后呢，囡啊，乖，囡啊平安，老师平安，校长嘛平安，社会嘛会较安详，而且升学率会提升。当时啊，家长会长啊，吼，一个徐武克先生啦，甲陈主义先生啊，陈科长啊，非常会赞成啦。好啦，甲改钱啊，我家长会才来设法，无法来改一项。那么在家长会长甲家长会这委员呢，努力的促进之下呢，将学校的大门换位咯。换好呢，咱来准备。红圆果咧，拜拜咧，答谢天地啦。校长咧，张校长带领全校的老师职员咧，当时咧来这新大门啊，拜拜咧，答谢天地。当时老师二十外个就足济啊。那么一旦改以后咧，第二年学生的升学率咧就提升了，原来比人两成提升到四成。第三年呢，就六成跌去，所以学校对二十外间增建到一百十几间，这个风气、信心，这个环境的风水，因为咱环境大门来讲，咱出去环境出去，这心情真正开朗，咱要来上课欢喜心，倒嘛欢喜心，来欢喜，倒欢喜。地会就开嘛，来嘛又嘛夹，等下嘛又嘛夹，那头切老师嘛教无切啦，愈教愈切，囡仔愈学愈切。这一个各种的例，要真济学校啊，我无便讲。原来真未安定，改善了以后咧，学校安定了，囡仔升学愈悬啊。唔少生下都重生下注意，因为囡仔学习的精神、学习的风气啊，伊自然呢就好起来，好起来信心，自然呢养成这个风气了，叫做风水。好，这就是学生的信心，啊，个老师的信心、教师的信心，所共同呢促成起来。那么教师学校的教师的信心，现在在道家，那这些修行的道场来讲，大法师，那像现在咱台湾的大法师、佛教大法师呢，星云大法师、星云大法师、慧如大法师呢、日本大法师啦，哈，这净空大法师，种种这大法师嘞，啊，圣严、净严大法师嘞，这都种教师对众生的、对所有者。存着一个大慈大悲的信心啊，要来教导众生，了脱生死，了脱什么生什么死，生起烦恼的因，生起种烦恼的因，啊，有烦恼的果，哈、啊，那么种着烦恼的因，啊，就无烦，就无这个快乐的果，就有烦恼的果。生甲死，烦恼的果出现啦，快乐果已经死去啊，无可能我欢喜啊。
所以老师诶，就是大法师，所以不难啊。啊，因为我都台中光华高工教过两年诶，七量，我发觉做老师诶辛苦。哈，当时啊，教学生诶时啊，才体会家己做学生唔认真诶事。啊，所以才会体会咱人诶囝哩，人诶囝。好，爱看做咱家己囝，咱来教育，莫啊管太啊，你因兜个代志啊，真济做先生啊，做老师啊，嘛是有这想，哎呦，囡仔歹管太因兜个代志啊，操死了了，我甲反正挂个下课，转去就煞，真济安尼想，注意，负个因果，故意做老师，拢是代替代过以后，才会来投胎来世间，为着要普化众生。教导众生呢，所以叫过来做的老师就是大法师。所以我对老师我非常的尊敬。对最为出家修行，自称我是修行人诶，修行到什么神通看了啥呢？哎，我无法度去尊敬，因为伊控过。我咧甲你讲，一切因为有法。如梦幻泡影，一切你所看到拢虚的，唔是因为本来存在的。那像面盲，那像水泡，我就无去啊，唔是永远存在的。那么老师诶，做老师教师所教导出来学生诶，这是永远存在的事实。或者呢，每个社会会当达到安详，每个家庭达到伊有地位，会和谐。这是事实的，但是哎呦，老师啊，安那吼，我看到神佛天天飞，无卡抓，飞是因兜代志。等于我看一个赛一个面子，五晃晃的，底下过大台车底下过啦，赛伊就赛啦，开伊就开啦。你也无多坐，迄是伊的代志，当伊无用，你硬干啥要创啊？安尼算啥？无算啥？但是啊。教书的教学，爱心付出给学生的，永远是存在；付出学生的，永远是事实的。伊所爱心付学生的结果呢，是社会得到祥和、天下太平的基本的石头，这一摆出来是事实的。所以啊，各位天下间的老师、教员、教职员老师们，我非常尊敬你。好，因为各位的努力，社会的祥和，对各位开始做起，对各位的布施、法施、布施出来，社会才会祥和，人才有智慧，人的生存的能力才会改善。人的生存的气质咧，品质才会提升，所以我也真正尊敬我所有结缘的老师们。老师的信心，老师的大铁大哥是大法师，是法的传承者。那么学生得到老师的爱心，老师的关心，好，那么。学习的风气啊，读书啊，学习的风气啊，自然呢会去形成。啊，一个地主啦，赖老师来偌济人，向上国中的老师退休啊。原来伫新社国中做老师的时啊，有一个学生，叫做刘胜敦先生。哎，原来写字无真水，老师来看有较水的时啊，伊就开始甲博爱刘胜敦啊。好，你一下水，开始的就刘胜敦的这学生诶，等于开始认真拍拼，认真念，到尾直直大学、大学、大大考三民主义研究所，哈，中央直接已经三民主义研究所，叫做高等的直接叫做，直接官员，这就是学生的信心，老师对学生的爱心。对学生的赞叹呐，啊，学生呢得到老师的赞叹，学校的家长呢，啊，信心佫增加起来，
因为每个人无论大人囡仔，唔捌咧，拢有一点自尊。所以，咱来教育囡仔和学生囡仔，以这个鼓励、爱心的奖励咧，相信一定就真大。结果，这也是风水啊。各位老师，就是你的思想就是风，付出真是爱心出去给学生，那是水，风水。学生呢得到老师的关心为风，那么我实实在在认真去读书呢，去打拼，以后做社会有用的人为水，这是学生信心的风水啊。所以学生信心的风水啊，是你跟我中间，学生跟老师，学生跟老爸，学生跟同学中间来往智慧的开发，互相相关心，互相相祝福，产生信心出来的风水。所以各位啊，有人常听到啊，老师风水迷信的，我无咧信这咧，我正信的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干那吹讲信是无效，实在去做，我们两个人去帮忙啦，去做。啊，这几天，好，我一个地主的中科院，好，伫个工业院咧，做一挂电脑顾问，这个都以上个学术。啊，非常有智慧啊！开顾问公司，啊，以后已经学了八个月啊，这都敢学嘞吼，后认真地学做研究，但是越发也未学到的是啊，不幸啊，十公斤的太太，有心嘞，哦，人感觉吐过老那样戆啊，无法嘞，啊，你搞来向我才想到啊，我老这老师是跌啊，不管钱啊跌啊。提起我叫伊教伊收，吼、哦，头甲收，脚收，这收咧，大老收，太太将啊闹在电器啊，安尼才怎呢去困？啊，你看太太这艰苦是一个哭，大人大姐个嘛哭，因爱太太爱太太，好、哦，所以伊啊就去烦恼，一大目屎在大滴，我唔知要安怎。最后才想到啊，老师。吼、哦，师傅啊，有教阮伫上课时教阮安尼运用，吼、哦，拄着紧急困难的时安尼来处理，伊只叫我提出来用的，所以将伊太太的艰苦咧安搭落来。好、哦，这个学生的信心啊，风气，好、哦，给我真大的启示，讲咱众生学生的信心真重要。学生的信心是对老师和伊的信心，老师的信心就是学生和老师的信心，本来就一来一往，学生老师拢是一来一往的信心共同来勉励来鼓励，所以学生的信心就是风气养成咧，囡仔就要读册，就像所讲这例咧。那赖老师也刘松根先生啊，就得到老师的信心啊，啊，伊就产生信心，两个信心共同这个心提出来以后咧，好、啊，所以伊就切头对我来咧，唔读册，要读册滴滴去，这是学生信心的风水呀、啊。想到爱去做，才是风水；想到不去做，你干那坐在遐戆戆神神啊，嘛无卡抓，嘛唔是风水嘿。后来老师啊，甲校长，主持甲法师就对，主持甲法师在道场来讲，校长是主持一个庙的主持，老师咧就是法师，主持甲法师中间的默契啊。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，
有一挂老师咧，哎呀，我坐会啊，凊彩啦，会当过到蒙多蒙多，我阿弥陀佛就错去啊。哦，你个蒙多蒙多，你已经种着苦的因，种着心不安的因，你一定爱受着不安的果。因为咱甲国家领薪水，国家的薪水是咱百姓的税金甲花甲汗。那么以前咱要做教育，要做教导学生做老师咧，咱就好好尽责任。人的囝看到家己囝，这是教员教师。那么校长的主持，校长对老师的期望。我做校长的心态啦，就是讲，哦，我校长恁爱甲巴结啦，伊那指手天过真紧。啊，我校长呢，就是非常的注意啊，伊咧甲老师非常的联系沟通，哈、哦，甲老师的鼓励，互相相勉励，大家都是为了整个世间啊，的调和来到世间。只要热的世间大，那么既然都为了调和啦，大家咧爱互相相合作一心，共同为一个愿。那台北咧，台北市有一间某一个商专学校，老师咧，也内底一挂老师咧，为了家己利益啦，为了反对就反对啊，所以对新的现在校长咧。想尽办法投诉，哈、哦！想尽办法嘞，来种种的这打击，因为这校长较严，一切讲究嘞，都是实际的，所以这老师嘞，想尽办法要弄我走。我这个老师无正确的认识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什么法？我都要教学，要来为了后代的。社会学生囡仔有所成就，所以啊，必须要学校甲老师呢，诶，校长甲校老师呢，应该奔着普化众生，以众生为目标，那么来好好呢，大家为着社会教育来努力，这都是大法师甲主持呀，即是分啦。老师。甲学生互相生信心，法师甲弟子互相生信心，本来就一来一往，互相相交流，互相相勉励，互相相鼓励。往往老师要教弟子，嘛必定爱有学生会做目标，你才会去研究这学习，研究这学习咧，你咱每个人未来生都有用。所以老师跟学生本来就是一体，老师跟校长本来一体，接下来呢，老师跟家长呢应该是一体。咱做家长的，咱的囡仔要送给国家，给老师给咱教导，咱首先爱着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咱也是啊，做家长的会当本着个感恩。知恩报恩的心的事啊，相信呢，咱送伊学校读册，咱的囝、查某囝，因心会非常的安详，心会非常的清净、欢喜心。所以学校老师呢、学生、职员、校长等等呢，共同产生信心的事啊。三心独一心，就为了整个人类的调和，所以我今日要来教这书，教好我这囡仔唔捌的，这即是菩萨啊！哦，这是大法师，所以咱学校的教育的风水啊，即是风气，是风水，风水的重要性，唔是一般人凡夫俗子的。所讲的遐个浅见的风水啊，是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大智慧，叫做风水。
每个人心灵充满的生命叫做风水。所以各位爱了解这点的，那么各位咧，啊，咱就一种学校的教育，和咱的家庭教育融合为一，每个人在世间会当过着真正安详、幸福的人生啊！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